开饭了，今天吃一个辣鸭子，还辣肉，麻辣萝卜干，自己家种白菜。农村家常饭，侯尔方的热干面，他这个热干面现在是发六份，然后再送六包酸豆角。这个热干面无论是好评率还是回购率都特别的高。
来吃一份零脂肪非油炸的荞麦面皮，现在是发24袋。这个是麻酱口味的，吃几个活珠子，这个东西真的是几天不吃就特别香。先把这个汤喝了，超级的鲜美。它这个是13天的，没有骨头没有毛，这个是小底座，吃起来比较哏啾，有的人也喜欢吃，可吃可不吃。这个是蛋黄，这个是蛋白，而且它的营养价值特别的高，尤其是那种熬夜加班，然后干活比较累的，可以一天吃1到2个。